受之最近人气再掀一波，日前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表现亮眼。25号出席手表代言活动，主持人桃子姐现场也直接 freestyle， 让瘦子表情失控。我今天不跟你阿丘吧，因为我带着 Omega 单压。Yo check it out， 这样很想笑是不是？有看哦，都有在看哦，好不好？桃子姐，我是不好意思帮人家打分数了，没有，因为其实刚才就是。还蛮挑战性，因为他其实念的也是蛮有梗的，然后你还要稍微憋笑嘛，然后表情控管一下，对，蛮特别的。哦，不用了，没关系，赢不了他，他那个太强了。对，我觉得就蛮好玩的、啊，上节目啊，主要去认识新朋友这样子，然后蹭蹭流量嘛。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交朋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，也是很期待说未来我有更多的机会跟不同的人合作这样子。你会希望收到手表当礼物吗？哇！这个我不敢想，手表不错啦，手表不错啦，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都比较，我不太好意思收比较贵重的礼物，对，我的礼物是尽量就是简单一点点，我会比较喜欢，对，我不想有压力，对，但是如果送别人礼物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，对，就是给别人压力嘛，对，我比较给自己压力。Bye.